如果是剧中的姐姐跟剧中的你所爱的人，两个人掉到水里要先救谁？先救我姐吧，然后再因为家人是最重要的，对，因为她是皇上的嘛，她不是我的、啊、反正你没得到所以就算了。刚刚平平说如果平平和朱瞻基同时掉到水里你会救谁？你要不要现场回应一下友情跟爱情？我当然先救平平呀，我现在当然先救平平，平平就是有点那个，我需要我救朱瞻基，他啥都会，他会飞，你知道吗？就没有他不会的。我相信你会，你忘了你会飞的事儿了吗？都看呆了。出场的时候是吧？戏里有，他会武功，他会打这些，会的。文武全才，对。简称天才，好不好？所以你的答案是救平平。我要救平平，对，先把平平捞起来吧，他自己也不行，需要我们。